A B C 法则，第一个每次做错的就是 B 没有必要 A， 明白 ？A B 每次是必要 C。哦，这个是我的新朋友哦，他是美国大学毕业什么回来的，是什么生物是啊、哦、博士学位？那个 A 越听越听越矮，越听越矮，越听越矮。翻开那个书讲不出来啊！哎，我要厕所了，小便了，我老婆叫我了，对不起，拜拜。A 不敢讲懂吗？要 B 啊，每次 B 哦没有必要 A， 或者就是哦没有介绍 ，C 也不懂 A 是谁，明白吗？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过信，明白吗？哈 ，B 没有必要 A， 搞到那个人 A 是谁呢？在那边这么久你还不介绍我，你叫他跟我讲对吗？还有呢，哦，插嘴理由我们每次讲的。A 好心就是要帮你讲这个生意啊，三足水很好，嗨，一季三足水好，你讲三季三足水好啊，三足水更好，你讲比 A 多，明白吗？一直插嘴，一直插嘴，让整个分享不能顺利完成。有没有遇到这样的？有，很多。对 A 有什么生气啊？哎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讲你自己讲，还叫我讲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这样哦。所以每次就是一直插嘴插嘴，让 C 到底不懂得听哪一个，所以变成很难成交这个生意啊。三可能没有遇过啊，三有啊，有遇过啊。这个是很离谱的啦。你叫 A 来帮忙跟你讲，哦 ，A 很卖力跟你讲，讲到最后才能成交。有遇过吗？这个很夸张，这个很夸张啊！这样情况，这个没有啊。第四呢？这种有啊。记者兵。这个我也遇过、啊，更离谱的。以前我们的在新加坡。我们的以前的店，我们的公司是在松山的嘛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下线，然后他的弟弟就在各离公司的店不远了，所以他每次带人来，你跟他谈谈谈谈谈谈，他不见掉了哦，跑去哪里？跑去弟弟那边看电视机也不远，七点的戏做了，六点的戏做了很精彩，跑去看你弟弟。然后看完了，哎，看看有没有签到啊，有没有买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你看它都有的。然后有些好像比如说呢，有些睡觉都有，啊，有些他拜托人来，他每次拜托人来，我都听了很多次了，他姐啊，你还叫我听同样东西，他觉得很烦，都有的，逼都有的，这样的逼都有的。所以他觉得上天跟他讲是一个，但你都有赚啊，上天你这样子讲，所以什么都有，所以每次整个。A B C 法则不能完成，都是我讲 B 的问题啊 ，B 占了很多。然后还有就最重要就是 B 没有跟进 C， 这个我们也是遇过很多次。A 好不容易跟你谈了这个人要买十盒三足水了，他要买个 silver 了，然后过后你又没有打电话给 A， 没有打电话给 C， C 在想去哪里买，他不懂去哪里买哦。对，生意帮你完成，你没有 follow up， 然后最后跟另外一个人买呀，有没有遇过？有，所以很可惜，明白了啊、哦。所以因为 A 是 C 是 A 的朋啊、哦、，C 是 B 的朋友 ，C 是你带来的 ，A 都不认识他，过后你要跟他联系的，明白了啊、哦、，follow up， 而且跟竞争转销的生意。人见了一次过后不会这么，印象不会这么深刻。再次第一次见面过后，马上就约下一次，或者制造下一次机会。过后你卖给他过后，打电话给他，三足水你会喝吗？这个别拿忘记你会用吗？哦，你不用了，来，我先来教你讲用。看到吗？制造过一次见面机会，啊，这样情况，所以你们要跟进啊，随便跟进。这个你们上天第二次都会上到啊。OK， 刚才讲的就是那个 A B C 法则，你们如果会用的话啊，就可以马上做成生意。那么这一个呢，其实就是整个传销怎样运作，看到吗？它的运作模式就是三个 S 罢了。